我一直不想去见他，因为他精神状态不稳定。妈妈，我饿了。你母亲的症状应该不是好转的表现。我建议你去了解一下你母亲最初发病的真实原因。这里面没有记录我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的。从她来的那一生，她说。 没什么记录，我记得他叫林彦龙，他就是姓林的负责人，给我找。林彦龙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个人你总该认识吧？几年前你医死人的时候，你忘了？当年灵芝是被谁送去的精神病院？你妈妈变成那样，都是你家属你父将两家早有婚约，你父亲是瞒着父亲天结的婚。你半岁的时候，老爷子知道了这件事。 林天需要借助江家的势力，逼着自己的儿子离了婚。你妈妈的病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。你母亲一开始只是抑郁症，是傅林天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不要放过我妈。哥，你的剑术都退步了啊。